二十八号，林俊杰第五张个人创作大碟《西界》举行专辑发布会，一开场就展现出与过去不同的风格。出道时，积极是以创作型歌手著称，这次积极为了期许自己能成为全方位艺人，特别苦练舞蹈。干净利落的舞蹈开场，让人耳目一新。这首歌 MV 更是打破尺度，内容充满血腥、暴力、情色、恐怖，挑战所有歌迷的视觉神经。继续饰演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变态杀手，酷得让人害怕。这个杀手 MV 呢，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辛苦的把整个MV 也不算是 MV， 其实是一部电影的感觉，一部短片的感觉去拍出来，然后拍出一种比较不一样的角色。我觉得扮演杀手角色其实还蛮难的，因为必须去演出两个这个人格分裂的那个角色啦，对啊，然后有一点觉得自己真的会融入那种变态的那个情况，对啊，所以还是要收回来一下的。MV 中还有一个最为特别的地方，那就是女主角的全裸演出，香艳无比。发表会现场还特别请来了杀手 MV 的女主角，穿着清凉比基尼大摆人体沙西米。听说你拍 MV 是全裸哟。前天有去做一些美白吗？当天会不会很害羞？有清场哦，有清场还好。那所以这是你跟别人讲最开心吗？在 MV 女主角其实会有一点小害怕，会害怕，因为我拍片第一次有这样子裸露，然后有点害羞啦，因为导演要我站在后面，然后切他的那个肉体嘛，感觉就是象征性的那种演出样子的杀手的样子，所以其实虽然说要保持那样的表情，可是还是会有点小紧张啦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他蛮辛苦的，然后对啊，为我这个 MV 比较牺牲一点了。